哇！然后今天大家再次欢聚一堂的原因，我很喜欢他，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成团这么久了，对吧？对，成团两周了，两周了，我们居然没有一个正经的应援色和粉丝名。对，那得有，因为我们是对吧？那得起一个吧。我们家人的名字应该怎么叫？大家来决定一下。十一怒妹，钢铁妹，十一怒妹，别人又不是十一个，叫妹钢，钢妹，钢妹，十一怒妹，铁妹，金刚芭比，金刚芭比，金刚芭比，怒妹，怒妹，叫金刚芭比，金刚芭比投一票，怒妹投一票，怒妹投一票，怒妹好，我觉得怒妹好，金刚芭比，金刚芭比，为什么是怒妹呢？那陆地怎么办呢？十一怒汉，十一怒汉，漂亮，人家总决赛都是发表感言。眼含泪光，我们发表感言全是喊的，啊！再一个，干杯！啊，一边口号是大嘴巴，妹的话，陆地怎么办？啊？还有些陆地呢？陆地，不可能管陆地叫陆妹吧？那就叫陆地妹，陆妹弟。那这样，我们就把这个取这个名字的这个机会交给我们的，给他们吧，交给你们，给你们。你们如果有什么想好的想法，就在 WISE 的官博底下留言，然后我们在里面选一个出来。还有应援色，还有应援色，应援色，对，口号。那应援色你们觉得什么颜色好？我觉得黑色，黑色，七彩，黑色，一关灯全是我们的颜色，一个灯牌也太恐怖了。我觉得白色吧，大家到时候没机会做灯牌，直接拿手机打开手电筒就可以要这个。算了吧，这个我们同样交给你们来，对，也交给你们了，交给你们，好好选啊，对，一定要好好的来啊，这个不能开玩笑的。我们的使命就交给你们了。对，我们到时候会定期的去观看你们下面的评论，然后会去选择一个作为我们偷偷整个家族的名字，暗中观察，也不是怕了吗？不要不要，怕了吗？等一下，这个很认真的，很认真的，而且看理由，对，要加理由，为什么？对，要说服我们为什么？最起码得带点文化的血哈。然后那个比较高的题，还要给你写论题啊，最起码有一个就是深读的，最起码得编一支舞来。对，最好连最好连口号也发。好，好，得吧，得吧，得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来吧，得吧，怒妹啊，黑色怒妹，对，对吧？